给我躺着。等一下，躺着好了，你不要动，白色了，你要点球，白色哦。现在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8条跟你逮捕。本所21日7时许，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水防道路附近疑似有人窃取电线，随即赶赴现场。窃贼趁警察赶到，直接跳下稻田，企图逃逸躲避警察气捕。然而同仁积极追踪犯嫌足迹，进入新溪街巷弄内，与当地民众、溪州里长一同展开周边环境搜索，使用竹竿和土块进行试探，最终发现了犯嫌卧倒于稻田中，当场以现行犯逮捕。在此呼吁宵小切勿以身试法，支援回收业者义务回收来路不明的物品，并勇于检举，不要成为嚣张的帮凶而触法。